不怀疑，不夹杂，就叫做净念；不间断，就是相继，净念相继，做得到啊，人人都做得到啊，就怕你不肯做，那就没法子。你要肯做，没有一个做不到。这是第二，不可思议。第三呢？但啊，第三呢？啊，但持名号不假禅观，啊，用不着参究，也用不着其他法门来帮助，啊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它就行了。第四个不可思议，一切为心，不及多劫多生多年月。你看看这个法门多么快速，一期七天呢，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，不像其他的法门呢，佛常常讲啊，要修无量劫，要修三大生七劫，要很长的时间，多生多劫多年多月，这个法门七天成功了。七天修成功的真有啊，古往今来啊，确实有记载。七天真能成功啊！如果说这个法门真的七天呢，他就往生了，那这个法门呢，不但是难信之法了，这个法门变成了很可怕的法门。为什么呢？七天就要死啊！谁敢修这个法门？六道里头一切众生，哪一个不贪生怕死？换一句话说，不怕死的人啊，就修这个法门；贪生怕死的人不敢修啊。